大家回去看我写的脸书，我没有任何一点有质疑错的。好，为什么我这么讲？他提供给我们最后一片，他们所有简体的最后一片肉，也就是说从头到尾简体就是那一包，资料所都是本于这个科学去验这些事情，有就是有，没有就是没有。我现在对这个结果，我只能说这个结果是跟他们过去验出来有一样是一样，这个可以想见嘛？因为他在那里，他也验了22次，那也都有啊。他现在这次他们跟我们公布的数字也差不多，哦，那就是同一个检体，那验出来差不多。只有表示一点，就是说他们实验室真的有验出来。可是回过头来，我要跟大家讲，外围的这个不管是同批的，或者是加强抽验各县市的，通通都没有验出任何东西。我没有想过说这会不会是有污染的情形。